对对。大家好。耶嘞，对，没有声音的都，哎，大妹都来了耶。要签名吗？OK， 耶，二手市集的朋友挥挥手，要，漂亮耶， yeah, 漂亮漂亮，好。今天是礼拜天哈，今天也是铁花村每月一次的二手市集，今天的天气也不错哈，阴阴也还不会很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安排一个节目。那今天是吉他团刷啊，吉他团刷都是在地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啊。今天有四组人马在这里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俺是村长啊。村长呀、yeah, 村长呀、yeah, OK 好、yeah. oh, 那待会呢他们会有四组人马不一样的人在、哦、会在这里在主导他的音乐，然后有吉他的人要跟着团刷这样子。那如果现场的朋友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、哦、但是呢也要看吉他要有没有人要借你好、哦。那今天呢四组是第一个是有待会他们要那个剪刀石头布，然后今天有 Kanucha 还有 Ina 还有 Rachel 还有杰任吗 yeah 好。那今天呢入座的方式呢只要点杯饮料就可以坐了哈。那我们也不是说很强制低消，那也希望大家支持铁花村啊，点杯饮料，铁花村的饮料非常好喝，消除体力，恢复疲劳，那一定会让你非常的优秀，改善你的体质。哎，傻妞来了呢，哇，还是要点名一下啊！我们现在莅临的长官叫傻妞。好，位置上不能够抽烟，唯一抽烟的地方在那边，那个墙壁啊，那个贴海报墙那一道墙壁都是吸烟区，你在位置上都不能够抽烟。那椅子也不能够随便移动哈，位置都已经调好了。那大家呢，就好好的坐下来。虽然说地势不太平，不过呢，也是有会改善体质哈，改善你的脊椎侧弯。优秀的厕所在那边。哦，先女生再男生，先女生再男生。今天呢，非本村的饮料，那就不要带过来哈。那酒精类啊，那个什么的，哦，非。近代外酒，那你也可以吃东西，但是你用完餐的时候麻烦拿到厕所前面一个分类的垃圾桶给它 recycle yeah, man, 啊好，把它分类好 yeah。 好，今天的市集呢二手市集一直会到九点，那大家呢可以轻轻松松的享受音乐呢，也可以享受我们今天每月一次的二手市集。好耶、yeah, ！最后呢，村长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及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旅途平安、身体健康，来铁花得永生。耶、yeah, ！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喝了酒一定不要开车，好不好？尤其是阿耀后跟达妹哈。好 ，OK。那我们先邀请这四组人呢，要来个上台哦。我们要猜拳哦，剪刀石头布要别。还上来嘞 ，Yeah， 肯努加，全部 ，Yeah，Paper Scissors Rock， 要 ，Paper Scissors Rock，Scissors Rock，Yeah， 我这还是要当个公正的 ，Yeah， 来来来，这也是一个表演的一个方式哈，因为那个他们没有办法瞧好出场的那个，肯努加谢肯努加，我们到这边来 ，Paper Scissors Rock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啊！
Rachel 先。现在我们就掌声欢迎今天的团刷 Yeah 的表演人 Yeah。今天团刷因为就是非常的随性啊，就歌手会自己带自己的乐谱来，所以其他人根本不晓得他要唱什么歌的。第一位的演出者叫 Rachel， 他唱的三首歌，他现在正在发谱的。那因为谱的字有大有小，OK， 所以现在大家在。夕阳伴我归 ，Yeah， 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样好了，卡努强 ，I can play this song。卡努强 ，Please give me guitar。哎，抢吉他，公众抢吉他。Because she's my wife， I'm sorry。夕阳伴我归呢？为什么选这首歌？因为那个白天那个铁花村的杰仁哥就说、哦、我们今天要团刷，你要不要来？我就说那我要唱什么歌，然后我们就在车上的选了这首歌。因为他说这首歌作词作曲的一位男性叫做罗艺荣，他其实是台东人，太麻里的，然后陈淑华唱的这首歌，来啊，好、哦、卡路卡卡路卡，你要打鼓哦，耶嘞，好，乡村，对，乡村的感觉 ，country。为什么没有人跟我唱啊？杰可以跟我唱哦。好，毕竟这首歌还是离我应该有45年了。好。有会唱的朋友，大声一起唱，可以吗？欢迎你们来到台东。夕阳依然红了大地，雨脸。我正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赶着路在追我。唱的声音伴着我，灿烂的彩霞在微笑，温暖我寂寞的心窝。只见那背后的景物，快一点，好，快一点。